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G， 我现在带大家去一间在The Rock 的一间24小时 Pancake， 在我身后就是这家。晚上不怕没甜点吃，就来 The Rock。对，地址的话我就再放在链接下面，然后再去找。我跟他说三个，就我后面一个人都没有。他说刚刚要跟他说三个人，我后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好吧，好，大家上去 ，Let's go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先登记名字跟电话。OK， my phone number。喜欢，然后就是 Eggo Combo， 但是吃苹果派。Eggo 是煮过的，好吃。然后就是吃这个松饼，这个松饼就是很大很大，因为它有点这个松饼有点咸咸的，所以它跟那个是蜜塞是不会很咸。对，没错。很棒耶，而且超大的那个松饼超大的。如果这个是50分，麦当劳就直接0分。可是我觉得麦当劳很好吃，怎么这样子？我很喜欢吃麦当劳松饼。对啊。那是因为有那个，是不是有加那个糖吧？红加，对啊。红加太多，因为它死甜。对对啊，它是死甜，连我都觉得是死甜。对啊。嗯，很好吃，推荐大家来吃。特别来宾，这位是上过国光的。超好吃，啊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哎，你帽子，你不会？你可以。别放，是不是巧克力超甜的？在这边。